谢就是子文跟西语带来就是让我们很感动的分享，而且我觉得这样听完之后，尤其是那个影片啊，直接看到学生讲出就是非常生活化，我是希望垃圾少一点，就像骑脚踏车的时候很安心，就是这种是这个就是我们很迫切就是需要生活中直接去改变的，然后年轻人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想象跟动力，就是症状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。有时候只剩下考试的动力，可是他们对其他东西是觉得自己没有机会去参与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，然后我有被激励到。那我们现在时间很宝贵，就是可能大概只能开放就是三位朋友的这个分享跟回馈。那如果三位分享过后还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就是再开放。那有没有人想要就是看完之后有些想法想要分享，或者是有些问题想要问在座的？两位讲者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我有两个东西要讲，第一个就是刚刚子文有讲到那个市场的建国市场，因为我家就是附近嘛，然后我妈知道那个要搬迁，所以她自己就讲说，如果搬迁后，她应该是不会再去了。对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说。就是现在今天可能讲的是城市发展的，还有一些规划上面的一些问题。那如果这个东西再扩范围再扩小一点到大学校园里面，因为它目前大学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那个大学自治的那个，他们那个保护伞效应，所以目前校园里面的规划都是由大学自己在做。但是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大学它大到可以说是这个大学城里面，还像东海大学里面还有一些教师宿舍，然后范围也很大，但它在里面会不会也会有一些规划上面需要参与，比如说像陪学生啊，还有一些教职员还要一起去做参与部分，还是现在这个问题现在都单独都是由校园行政里面去把持的，如果有跟这里的问题，可能这边是经济，但是在校里面可能也是由他们这些独大，然后去控制这边那些开发、那些规划等等的。那另外就是实际案例，可能就是像静宜那边有，因为那个学校那边为了要盖教堂，然后要拿建造，所以就把那个228凤翔树林那边打算要挖个大洞盖个自动池，然后去讨好台中市政府，然后去让他们得到建造。这个你们去网络上搜寻，打228凤翔树林就可以找到了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问题真简单啦，因为在台湾很多，在我实际参与的很多运动里面，是没有看到的我是明白。包括台中，包括在南屯，包括我在苗栗，包括很多地方，是背后引领者很多是民代，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这种情形。你刚刚我过去我没听到，我一直没有听到，在香港好像没有民代这个介入，但是在台湾这个情形很非常严重。民代常常跟财团，不然就民代施压给政府，然后去。有一点官商勾结，一个跟财团的一个怎么说中介的角色，从中间赚很大很多钱，而且在像苗栗就这样，苗栗第一手是刘正宏，然后像第二手是刘文岱，然后去财团不是，然后再来是财团这样，说不知道香港有没有这个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国小老师，我要再说一次，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我说小朋友要教育，然后家长也要教育。那我现在真的很高兴，今天第一次来听到，因为我之前一直听到心里说他在做这方面，那我今天终于知道，原来他也跟我一样在做一样的事情，就是说除了教高中的学生之外，他也在传递他的一些。他的专业，或者说他的，然后给很多我们社区的一些市民能够知道，尤其子文他从事很多研究很多，所以他可以讲得更详细哈。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受教了，真的谢谢哈。
再来，我也觉得是说，不管是刚刚提到的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如果我们市民有这样的认识，有这样的知识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抵抗更多的，也许是财团，也许是民代，也许是什么什么什么。那真的是谢谢大家，我应该也会捍卫我自己的我的城市，因为我一直就是台中市的土生土长的人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就迅速回两个，说不定还有时间还可以再问其他的。其实那个大学城的规划啊，我觉得有自治法。那我先回到那个最近一周，你知道改校很难哦，这个因为在那边过一阵子，所以好，总之那个一周的校名要改掉嘛。那边的学生很多都说，我们都不知道要拆掉这件事情。他们知道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参与的这个可能。今天其实要回到一个问题，其实跟都市计划一模一样的问题。你今天想要参与是怎么样的参与？你要参与到比例多少？很多的问题，层层的问题。我举例好了，很多人在我们台中很多的在地组织，他们都想要参与。他们的参与是什么？公听会，或者是进去区委会、都委会。但那能改变什么？他们到区委会的时候，真的有能力提出对区域的愿景的规划吗？有很多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的市民参与的程度要到哪个情况，而大家具备到什么样的，真的有到那个能量，到什么样的程度？所以回过头来到你的问题，你的大学的校园，你的参与。今天讲我是校长，我今天开放你进来听，跟进来可能有票，那个票就是一票，叫学生票一票，其他都是委员票，十票啊，十比一。那我也可以收编你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今天要的参与是什么？要先想清楚，才能够回过头来，你面对的这个规划的问题，要怎么样去做？那这个先想好了，才能够再去想其他的事情，不然只喊参与，市民参与就是很容易被统治者收编的。对，所以要就先回想嘛。对，这个也可以再讨论，应该有很多时间可以讨论。那所以先想这个。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廖大哥讲的这个民代的问题，没有错啦。其实台湾跟中国，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世从主义啊，那个新自由主义是背后的一个党国的问题。所以那个党啊，像台湾啊或什么，跟美国确实都不太一样。他们很重视那个财团跟政治，但他们是平等的。跟台湾或者是那个中国或者香港，他们是垂直关系，就是党会分配利益给那个财团，啊，周边可能配合民代这些东西。所以其实他们也有民代的问题。这也为什么在战中之后，应该就是雨伞运动之后嘛，他们那么多人投入选战，跟台湾一样。那为什么他们觉得这是一条道路可以去做一个改变？这样，虽然他们跟我们某方面蛮接近。但是我了解，你说我了解这蓝在苗栗啊，没有蓝绿，只有绿，就是这样。包括我们当初战胜大哥死掉那一天啊，我们当场，我们晚上我们被黑道拿就在我们警告，直接造车子在我们警告我们。就是那么嚣张啊！那其实你问他们都不是明白，但是因为我们在那边，我们在那边待蛮久的，知道背后很多根本就是刘正宏，根本就是已经明白在弄，包括很多公听会，很多你也知道，我们参加很多公听会啦，什么会啊都一样。其实很多民众背后的支撑力量就是那些明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还没有其他朋友想要分享或者提问？其实刚回到那个，就是大学自治或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或者是关注这件事情。其实当初我们在香港的时候，就跟那个土农的教授师谈到，他们也发现，其实，在香港，他们发现看起来好像很多市民组织在运作，但其实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需要更多人一起加入，他们也会有这种困境，就是年轻人到底。他们能不能更多人一起来这件事情，他们也是非常希望更多人可以做。然后还有就是说，到底进来之后可以做什么？像刚刚子如讲的参与，那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、这样的知识、这样的背景，你可以去做到真的去影响这件事情？我觉得你也是可以值得去讨论，到底怎么样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参与之外，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 touch 这些议题。这也是其实后续我们在讨论，就是到觉得你想鼓励更多人参加这个培力的课程。其实这也是后续可以来去想，那你当这些事情来做，那你后续怎么样能力去做？
这可能是未来我们需要再更多的这样的训练吧，或者说努力参加。然后再来回应就是，其实回应到我妈妈的那个分享，就是当初我就一直跟她说，就是请她就是在家听，因为其实回到我学生也是一样，很多人受爸妈的影响就是很深，认为就是好好读书啊，这样就好。但是我后来觉得其实不是走那样，所以一开始我妈就觉得我很叛逆，常跑出去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我觉得其实回到后来，我想也是可以跟我学生分享说，你不要就是只是做你想做的事情，更重要是拉你妈妈一起来。像其实刚刚有听到有是拉爸爸一起来听，这个非常棒。我觉得爸爸应该有收获很多，也会更鼓励你做这些事情吧。我觉得，所以其实还蛮开心听到有人找爸爸来，然后这也是我这次特地一直跟我妈讲说，叫她一定要来，要来的原因。因为我发现有时候不是只有教育小孩，妈妈是影响他的关键。他只要不让他出门，即使再好的活动，他也没办法听到。对，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在，或许再回来，年轻人怎么样可以更多人做这件事情，就回到爸爸妈妈，然后整个社会的观念，或许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。好，那我们的时间如果因为已经9:30了，那我想如果就是之后还有问题想要问西宇啊，还有子伦，那我们就是开放会后讨论。那不要忘记说，就是子伦他其实有在做城市的读书会，那如果有兴趣想要参加的话，就是来可以来跟他询问。然后接下来10月23、24在彰化、台中都有香港的周崇明教授来这边就是进行交流，那大家有空的话就是可以去参加。好，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非常感谢他们三位哈，就是给我们包含主持，还有以及我们分享部分，那我们再次感谢他们。那在这边我要再预告一下，我们下礼拜的哲学星期五，下礼拜一样同一个时间在这边7:30哈。那我们下礼拜要谈的主题是什么？是有关于大家知道说，因为我们这礼拜谈台中香港，其实又有点关联。好，接下来上礼拜谈土地争议比较大的哈，那这礼拜谈台中香港。下礼拜我们要谈一样，在我们台中中区比较更现说，我们要谈中，我们中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在盖火车站那边如何在盖，那我们下礼拜会来谈有关于绿空铁道的计划，大家有听过绿空铁道？好，就是那个旧的这个车站，这个旧的铁道，因为现在往高架，所以那个旧的铁道到底要怎么继续，是要保存还是要怎么去处理？那公民要如何来参与这个铁道的这些绿空铁道计划呢？那我们下礼拜就会邀请这个台中文史复兴组合，那他们会有朋友来跟我们到哲武来跟大家分享说，以公民参与的角度来谈这个绿空铁道的一个计划的问题。那所以下礼拜欢迎大家持续的，如果有兴趣对于这个我们中区的发展，或者是说火车站这个周边的发展，有兴趣的欢迎你找朋友再一起来参加这个哲学兴趣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进行到这边哈，那感谢各位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。